般上被糖尿病的时候呢，医生会建议啊，减重减5到10公斤以上的体重，或者减10%的体重，再加上运动，每天30到60分钟的运动之后，才会建议吃药或者吃美福命啊。那被糖尿病的症状呢，是吃多、喝多、尿多、体重多，就是越来越胖，有黑色的刺皮症，皮肤瘙痒，疲乏无力，视物模糊，那么颈啊会生很多的息肉，肠会生息肉，慢性发炎、酸痛，还有这个疼痛，身体会有酸痛跟疼痛的现象，这就是慢性发炎的现象啊。那么慢慢的就变成二型糖尿病。那二型糖尿病呢，它有三多一少了，就是有频尿啊，经常口渴啊，容易疲劳啊，容易饥饿啊，视力模糊啊，伤口难愈合啊，体重会下降，越来越瘦啊，手脚刺痛，还有疼痛，或者是麻痹啦。当我们有这个糖尿病的时候，或者被糖尿病或者糖尿病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可以用这一个我们的 Life Spark 啊， One to One Diet 啊，还有 HO 来逆转他们啦。Life Spark 可以减少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啊。一般上最常见的糖尿病病的这个并发症呢，就是中风啊、牙周病啊、心脏病发啊、做性功能障碍啊、失明啊，然后还有五十肩啊、肾衰竭啊，到后期大部分都要洗肾了。那么糖尿病足啊，就是会戒脂啦。那么糖尿病呢，是我们胰岛素分泌不出来，糖尿病的人就变成胰岛素的奴隶了，并会伴随着许多许多这些并发症了。然后吃 Life Spark 呢，它补充磷脂质跟 Omega-369 呢，如果再加上吃 One to One Diet 减糖啊，那么 CHO 来抗坏活性氧呢灭焰，就可以很快速有效的改善糖尿病的这一个胰岛素分泌了。Life Spark 还有这个杀菌啊、消炎啊、修复的功效，所以就能够大大减少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了。那每天只要吃5到20cc 的 Life Spark， 基本上就能够预防这些并发症了。Life Spark 可以降低糖尿病的并发症啊。那么 Life Spark 里的这一个纯蛋黄油中的这个磷脂质跟 Omega-369 呢，它可以净化我们血液，扩张血管，使到血液循环正常啊。比如说这个是正常人的这个血管很正常啊，那糖尿病者的这一个血管它是有破裂啊，那么会弄到我们会眼盲啊。所以当我们吃 Life Spark 的时候，它能够强化这些血管啊，给血管健康啊，不会容易破裂啊，不会容易影响到我们啊这个糖尿病眼盲啊，还有我们肾衰弱啊，还有糖尿病脚溃烂致要戒脂等严重的这个损害了。所以我们每天只要吃10到30cc， 如果严重要吃到30cc， 差不多的就10到20cc 的 Life Spark。 那么有可以将 Life Spark 插在有伤口的地方，比如说有这个脚有溃烂的地方啊，那你就可以插 Life Spark， 可以帮助它消炎，那么还有这个能够帮助它复原啊。那么如果是将来有这个 Ice Spark 呢，那可以滴一滴 Ice Spark 在眼睛咯，那就可以防止这个眼睛啊这个病变啊。那么配上 CHO 吃 1-to-1 HO 跟 1-to-1 这个 diet 呢，肯定控制糖尿病的效果呢肯定会更加的理想啊。